好的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个航天局总部的隐藏房间，相信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，或者说也不知道这个房间的存在啊。这个房间呢，它不是有送装备的啊，不是有箱子的那些房间，而是一个相当于预备的彩蛋吧。首先呢，你要和这台电脑互动，然后互动完之后再去和一台打印机互动。哦，对了，刚刚忘了说，我现在所在的楼层是三楼，所以说你在三楼清完所有敌人之后，来这里和电脑互动，互动完之后和前面的打印机互动，打印出最后一个。然后你要注意上面的数字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写的3123。接着呢，我们继续推进流程啊。这个任务呢，你只需要用故事难度做就好了。然后来到这边，前面有个电梯，电梯下去之后出门左拐，而不是右拐。一般流程的话，它是往右拐的，然后这次你往左拐。哎，就这边往左拐，这个门原本是锁上的，但是你已经和一台电脑互动了，所以说这个门就可以打开了。然后前面你可以看到有四台电脑，每台电脑呢对应的数字一二三四，所以说你先互动第三台电脑，再互动第一台，再互动第二台，再互动第三台，这就是3123的数字意义。那么第四台呢就不用互动了。然后你会很神奇的发现，玉璧他不让你进去这个房间，然后你要怎么办呢？后来呢，我朋友告诉我，就是你靠着掩体往里面翻滚，就是往这个方向啊就进来了。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只乌龟，很可爱的乌龟。所以说我想合照。如果你闲得无聊的话，你也可以来这个按照我这个流程来这个房间来逛一逛。然后实际上这个房间并没有什么意义，也没有什么箱子。不过呢，就是有只乌龟，还有一些黑板啊，还有一些电脑的邮件啊，可以看一下。那么怎么进来这个房间的流程我已经交给你们了。那么接下来的视频时间呢，都是我和朋友在这里看这个黑板啊，然后探索这个房间里面的一些元素东西。